有。横画左低右高，要短，竖钩在横画中间偏右起笔。撇，向上靠点。撇，横在撇的中间偏下。勾上去，横画，在弯钩的中间偏上，上面的间距要小一点，把一线空间留大一点，上紧下松，点在横画的上方，捺笔。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要包住上部分，由轻到重，这个标起来宽要窄一点，往上去，再往下去，反，竖画要比左边的竖稍微高一点，用点代替捺笔。我们看一下这上面这部分的话，三部分要写的笔画短小紧凑，不要写的太粗太长，这个横要稍微细一点长一点，左低右高，托住上部分，两点对准两个竖的正下方，这个竖的下方，这个竖的下方，这两点的话要高低变化，免三点水对的形态，提。这个横画由低到高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由轻到重，转折地方不要太重，顿一下，然后向下，注意不要太宽，前面两点都是间距小，这间距要大一点，方向，这个方向向右上方对，先写两个竖画，横向左边放出去长一点，竖画在中间，横，注意下面的横不要超过这个横画，横画长短要变化，右边以这个为准，下面不要超过去，横短一点，竖钩也要垂直，稍微长一点，向下，稍微顿一下，勾上去，点尽量往上面靠，这样子要错位，两头粗，中间细，垂直。